你要死还是要活？我自然是要活，可是你若将我跟段大哥杀了，你们也活不成了。那好啊，你赶紧把解毒的药拿出来，我就救你们两条小命。我早跟你说过，我没有解药，我这雕的毒只有我爹爹能治。那你爹叫什么名字？ 说我烧了你的头发，这个烧不得，这头发要是烧了，得多痛啊！对，山羊胡子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你要是想烧的话，就烧我的好了。不行不行，你的也烧不得，你也痛的。这到什么时候了，两个人还在打情骂俏？赶紧说！我说过了，我没有解药。中了雕毒，可以活几日？我爹爹说的，可活得七日。可司空帮主。 你武功深厚，内力高强，你定可多活几天的。我这雕的毒只能我爹爹治，而且我这个雕乃是稀世神雕，你以为想治就能治啊？那你爹到底是谁？说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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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把那小子带过来。不行不行，你们不许伤害他，这不关他的事。钟姑娘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在这些恶人面前千万不能示弱。我不是大丈夫，我不要视死如归，我偏要示弱。给他灌断肠散。是。我告诉你，这断肠散七天之后发作，你如果七天之内回不来，那个时候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。如果你回来了，我给你解毒药，而且放了他。不行不行，我爹说过的，只要入骨一步，必死无疑。我不要当大哥死，你怕个不怕死的去便好了。你怕他死，那我这些弟兄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咱们看看到底是谁先死。钟姑娘，你就由我去吧。想来爹爹知道我是去报讯的，也不至于害我。我有办法，你只说我有危险，却不说我在哪儿。他要是杀你，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了。这法子倒也使得。你将我这鞋取了去，交给我爹娘，他们自然就知道了。快把我放开。哎呀，两个人在那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段兄弟，你赶紧回去把药取回来。到时候我自然把她放了做你的老婆，你要摸她的脚，以后的日子长着呢。你们不许偷听，我要给段大哥指路，你们都走开一点，谁都不许偷听。